说说慢呗，慢能给答。马上长按了给答，怎么走了？慢站的我呢？马步山路下打鸟了。原住民族电视台咖哩，刚刚那么他们那新闻，说俺来马国呀，把你刚那把鸟了，鸟了来那么下，新闻调查把那来，马路路给答怎么走了？鸟了来那高雄市当那新闻，高雄市当那原住民故事馆说动物了造谣。我一说多那晚的，没得做不做我。那个高雄市议员王义雄，苗妈咪啥给说你，没关系。而且那108在那那个多路弯路，把的二人能做说一说，那个那底下那108在那那底下把的路帮人，没得老板没事呢。阿家把干的走了，底下弄干嘛呢？把的路帮人没事。那个高雄市人民会没关系。108在哪呢？满足啥完了？说一些呀，把的路帮助干的，那个名新修的小路把着他们那主干人呀，没得多，而且人家在那搞些完了，我那意思阿拉比比人，伊嘛说不得给我意思，没得比比你做米色，怎么做来给他？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馆马达拉巴马西尼哥巴巴的路帮人，高雄市当了第一王义雄马米萨给说你，没关系。而且那108在哪哪个多路弯呢？也是做不多久呢。那底下那108在哪哪底下把的路帮人，那个马达拉巴马西尼干把走人底下弄个马那把的路帮人，那个高雄市人民会没个事。108在哪哪满足啥弯呢？把的路帮人做，在哪哪一些个多路弯呢？把的路帮人验收，底下新修五路把在他们那做个呢？那个马达的个下弯呢？乌那一些阿拉比比尼尼，伊嘛。马克说出马里比比尼尼不得救啊！元旦至今年的三月，后来在元旦至六月份，眼看见啊，已经快要到十一月了。那距离启用的一个日子，竟还是那个遥遥无期。本席想请问主委，这个产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迟迟无法竣工启用？日前有发生这个翠亨北路的气体外泄的一个事件，那目前就我们地下二楼层呢都在做整个地下水的一个整治工作，那在这个调查期间可能要花到一年半左右的一个时间。高雄市当地的陈姓妇没关系，原住民故事馆一说能把地的保安做呀，那第二屋内一辆文件站没得移推人员就业金融服务的保安量不得够，那个原来的马的马努姆也是一年查努姆，马那是第二组马里维维尼查尼马达拉巴朱沙在哪呢？说早一说，第二组穆沙纳努。本来今年这个办公室就要启用嘛，有一些人员可能就要进驻进来了哈。在这个一年半里面，这些为我们原住民服务的这些单位，他们要去哪里办？去哪里办公？我们目前有个规划，就是像将这些族语的语推老师，还有这些推广产业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建业新村，有一个闲置空间。原来是乌那以西阿拉比比尼尼原住民故事馆，当那西卡拉第二八的二人大白扎扎努姆，那个尼亚卡卡也是尼亚基盖。高雄人民会马卡西，第二个呢马西库萨那市政府马的中央马给内万都部。那是原住民故事馆一刷大不论住马家庄五六八镇八年多么多多路咖喱。